こんばんは。ニュースウォッチ9です。今日からこの時間、私和久田が有馬キャスターとともにニュースウォッチ9を担当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そして私たちもしばらくはこうしてスタジオ内で少し距離を保ってお伝えすることにいたします。皆さんも感染対策の徹底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では最新のニュースからです。延期になった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の日程について、IOC と大会組織委員会、東京都、それに政府が合意しました。オリンピックは来年7月23日に、パラリンピックが来年8月24日にそれぞれ開幕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さて、今夜またかという感じ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検察に収容直前の女が逃走した事件、そして文部科学大臣改めて身の丈発言を謝罪しました。身の丈はツイッターでもトレンド入りしていて、かなりざわついていた印象でした。ざわついてましたか。ざわついてました。はい。そのあたりもしっかりとお伝え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が、まずはですね、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マラソンや競歩を IOC が札幌で開催すると決めた問題なんですが、今日も小池都知事は反発しましたが、ここまでこじれたのはなんで。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がお送りします。こんばんは、ライブニュースアルファです。今夜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こんばんは、報道ステーションです。今日も次々と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に関するニュースが入ってきています。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こんばんは。今日まずは自動車のニュースからお伝えします。国内の自動車販売が伸び悩む中、今新たなカテゴリーの車に注目が集まっています。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새롭게다시문을연뉴스라인진행을맡게된이민우입니다늦은밤여러분의곁을든든히지키는뉴스가되도록최선을다하겠습니다 KBS 만의품격있는뉴스로깨어있는당신과늘함께하겠습니다뉴스라인시작합니다국회원구성협상이끝내결렬됐습니다상임위원장18석은모두민주당몫이됐습니다과반정당이상임위원장을모두차지한것은87년민주화이후처음입니다통합당은일당독재하면서맹비난했습니다
전 세계 코로나19 확진자가 오늘 하루 19만 명에 육박했습니다. 역대 최고치입니다. 이 가운데 4분의 1이 중남미에 몰려 있는데요. 환자가 하루에 4만 명씩 쏟아지는 브라질 상파울루 특파원 연결해서 현지 상황 들어봅니다. 집을 거주 공간이 아니라 투기 수단으로 전락시키는 일은 용납하지 않겠습니다. 이런 국토부 장관의 각오와 다짐이 나온 지 3년이 지났습니다. 그동안 각종 대책도 21번이나 나왔습니다. 하지만 최근 6.17 대책 이후엔 집값이 오히려 더 오르는 모양새입니다. 김현미 장관 직접 스튜디오에 모시고 그 해법 짚어봅니다. 전국적으로 장마가 시작되면서 많은 비가 예보돼 있죠. 특히 이 강원 영동 지역, 모레까지 최고 300mm가 넘는 폭우가 쏟아질 것으로 예보돼 있는데요. 강릉 취재 기자 연결합니다. 안녕하십니까, 변사옥입니다. 박원순 서울시장이 결국 숨진 채 발견됐습니다. 경찰과 소방당국은 수색 7시간여 만에 박 시장의 시신을 발견했습니다.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阿里夫·阿尔维于3月16号到17号访华。 天南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欢迎收看首都晚间报道。各位晚上好，我是辛娜。晚上好，我是裴元。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当地时间的7月3号，《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封题为《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适得其反》的公开信，表示不认为北京是一个经济上的敌人或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反对在每个领域都与华进行对抗。 欢迎收看今晚60分，我是小雪。大家好，我是蒋昌建。每天一小时带您纵览全球热点，梳理新闻来龙去脉。进入今天的关键时刻，当地时间11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典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会谈，并共同参观了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项目。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徐浩，我是远方。来看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再瘦身，自贸试验区再扩容，中国扩大开放步伐不停歇。粤桂加快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会带来哪些积极效应？公益服务冠醉驾免行，网友热议这个口子能不能开？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首先来关注。 最近一段时间，一系列扩大开放政策密集出台，从新设6个自贸试验区，再到发布新版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逐渐成型。 欢迎收睇晚间新闻，我系陈嘉欣。今日嘅主要新闻包括：本港继续冇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境内地、澳门同台湾嘅本人士要接受强制检疫嘅措施延长1个月，但跨境学生同埋从事商务活动嘅人可以获得豁免。绝大部分公务员下星期一回复正常翻工。
至於限聚令等等嘅防疫措施，政府話好快有決定。據了解，當局同學校代表會面，商討過下個月25日文憑試最後考試日係咪可以先安排高中生復課。詳細嘅新聞內容。本港沒有新增新冠肺炎的個案，是連續第三日零確診，亦都是個幾星期以來第五次沒有新增病例。政府將經內地、澳門和台灣入境人士要強制檢疫的措施延長去到6月7日。跨境學生和從事商務經濟活動的人可以獲得豁免，午夜開始生效。New COVID-19 cases in Hong Kong. Lawmakers over lack of progress in Health Committee. Good evening. 5 new cases of COVID-19 were reported, bringing the city's total to 1,009. Tests also show an Ebola drug mitigated conditions of nearly 70% of coronavirus patients.今日新闻重点。六四三十一周年，警方禁止支联会在维园集会，不过大批市民夜晚继续入维园点烛光，最多人的时候，六个足球场都有人。案是获得。在席議員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國歌條例草案在立法會三讀通過，有民主派議員潑灑大臭味的不明液體，會議一度暫停了幾個鐘。荔園村六泉樓再有一個居民確診新型肺炎，當局安排部分單位居民疏散到檢疫中心檢疫14日。本港連續5日冇新增確診個案，行會成員林正財認為風險較低的場所可以重開，但係唔適宜撤銷限聚令。四日假期的第一日，本港多處逼滿人，銅鑼灣同深水埗人頭湧湧，而喺東涌的巴士站亦都大排長龍。831太子站事件8个月，太子同天水围都有纪念活动，警方指聚集人士违反限聚令，制服以及票控多人。各位欢迎收看呢次新闻。本港連續5日冇新增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認為，早前被指令關閉的場所部分風險相對較低，例如戲院同埋健身中心，下星期四指令到期之後可以逐步重開，但係酒吧就應該再觀察多14日。Good evening, I'm Joyce Wu in Hong Kong, and welcome to Viu TV News. Coming up on tonight's show, Carrie Lam backs down, hitting pause on the controversial extradition law bill. While some are breathing a sigh of relief, others vow to keep fighting the bill. And Broadcom announces its sales will take a hit this year as the US-China trade war continues to bite.It's been a roller coaster week of protests, and now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is backing down, saying she'll hit pause on the passage of the controversial 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Welcome to the front line, I'm Liu Zifeng.今日新增6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係單日新高。63宗本地感染，過半找不到源頭。
您好，欢迎收看台视夜线新闻，我是周景瑜。新闻的一开始，意外现场带您关注新竹县竹北市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当时这辆宾士车违规闯红灯，撞到了一辆休旅车，撞击力道之强，休旅车当时是原地打转，车头严重凹陷变形，宾士车还差点冲进了一间超商，最后是被骑楼台阶挡了下来，还好驾驶只受到轻伤。新闻，我是关妮。首先，新闻的一开始带你来关心的就是昨天晚间最新消息，在十点多左右的时候，新北市莺歌区的凤鸣路上是发生了警匪追逐事件。原来是因为当时桃园警方正在追捕两名毒品通缉犯，结果一路是从桃园追到了莺歌，而且过程当中整个嫌犯的车辆。晚安，你好，欢迎收看华视夜间新闻，我是蔡慧君。新闻首先带你来关心第十五任总统、副总统、总统候选人首场政见发表会晚间在华视登场，三位候选人是提出了不同的政见。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执政三年有成，他提到了未来要继续延伸长照、托幼以及照顾年轻人。至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他的目标是要办好教育、关心弱势。至于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他是提到了五点，包括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也会认真网罗人才组大联合政府。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民视夜线新闻。新闻首先来看到第二十二届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稍早在中山堂登场，返校是最大的赢家，女主角王静封后了，也得到了最佳剧情长片跟百万首奖，总共六项大奖。各位，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星期日晚结束之后，大批示威者未有散去，冲击立法会，并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期间有警员、示威者及记者受伤，警方共拘捕19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衝突表示強烈遺憾。駐香港記者丁以文報導。Police announced new crowd control measures at the border gate. Lawmakers find that government budget execution rates deteriorated last year. And Taiwan officially legalizes same-sex marriage.Good evening. The Public Security Police have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temporary channels at the border gate to 15 amidst the escalator replacement construction that started last Wednesday. And to further divert crowds and traffic, the Transport Bureau has also requested that bus companies and casino shuttles comply with temporary measures, such as reducing circulation frequency and changing stations.